吕彦青，本季的成绩是2胜2败，有8场的出赛，7场先发，投了38又3/3局，被打39支安打，投出了37K， 防御率4.46，每局被上垒率1.38。进步。对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吕彦青给绿。成绩对，虽然只拿了1胜啊，但其实是投得相当不错哦。高飞球在右外方向，右外手。其实攻击方面是统一发挥的比较好，但虽然说安打他也是有敲出2支，是在中继投手这个环节，对，对，没错。尤其是刘球速来到1好2坏，林祖杰的好机会，也是一圈有没有？这个啊是。球场表这一环啊，是也来劲啊，是哦，走了，这个是往二垒传，传得很快，高宇杰又是一个进，来看一下，打者挥空这个传球，刚刚好在那个位置，所以他只是手套。是2好1坏，打得蛮扎实的，在右外野方向的平飞球，最后跳起来接杀出局。虽然有上垒者，不过是一个变相的3上3下。整个感觉是陈庸基的攻击能力不错哈，是比较好的话，当然串联就比较重要，就是其他的人状况也要慢慢调整起来。很好，最后拿到了12胜，没错。软弱的滚地球要拼速度，投手接球赶快传一垒来，再看一下哈，对，他就顺势下来而已，右投手他就往他的重心会往一垒方向去，所以你下来吴杰瑞稳定的，但是他唯独在洲际球场打得非常的苦手，台南就很亮吧，对啊，所以这个还倒资料也是蛮清楚的，对，因为打了 K OK， 所以他对吴杰瑞就蛮有效的哦。那最后其实你就会对投打还蛮清楚的。哇，再来哪一个？应该是你记录上你就可以看，他其实是一个速球，但是他比较偏外侧的高的位置的速球。那有没有带深卡球？你就可以再记录下去。OK， 记录数据是可以往下去探讨的。还要参考一下，要了解的。对，高国庆五。大概就可以分别的出来，2好1坏。哇，这可能回去要跪算盘。拉回来打三垒方向，三垒手今天是许基宏，接球对角传一垒，没有问题。打者对。猛力一挥，哇，那当然是很好的打者啊。2好1坏，右半边的飞球有没有机会？最后是被接杀。第一球好球进垒，右半边前球数取得领先，来个慢的拉掉，3球3身好，大幅度的需求，从很高的位置掉下来。进到本垒板的一个角度非常的漂亮，打线压制力蛮好的哦，蛮强劲的，是界内球，车步边安打，所以他对左投手应该是蛮有把握的哦，要赶快回到好的状况啊，有点挤压到了飞球，哇，又是在右外方向，看起来不够远。角度相对也是重要的。对，球速现在打者比较有力，焦点中的焦点，场边焦点啊，滚地球，三垒手出来接，哦，许基宏感觉守三垒也是有模有样。那以前守过三垒哈，蛮有经验的了。那就是那时候因为守也来到林安可。
前为止他也敲出了有四发红 brown。哇，厉害厉害！中心棒次都会上来。嗯。Yeah.打成了在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三垒手看了一下之后，只能够选择传向一垒。这个打数只有三支安打。还是两个好球，一个坏球。忍对决的时刻，打成了在。这球打成了在中外方向蛮深远的位置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掌握到陈文杰。从吕彦清的手中敲出两支安打，不容易啊！哦，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右外野方向蛮深远的位置，最后没有接到，真的蛮特别，放得很低。那投手起，赚打点的机会，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自裁垒包，林黛安的打击，第一球就出手，哇，又，这一块比较长，是，对，打得不错，这个安打了，形成一支平凡打。这个半局同事的攻势算是打得不错，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了。回棒落空，对，他们兄弟会有这种状，球数一样是两好一坏，来一个慢的，还是这些报告可以直接给教练团做一些参考，感觉可以，感觉不行，还是两好一坏。这一次是一个滚地球，在游击方向选择传二垒，所以吕彦清还是有把他对于火点是，而且制造大局的能力很强。走了，发动盗垒，传的还是很精准。二垒这边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同事的攻势。啊，他们其实也打得很不好哦。所以可以这个打击啊，没错，中规中矩，没有说特别出色，但是统一的，哇，这或许也会是接下来如果进入到季后赛来对决，这一次打得不错，但是在右半边还是落点不佳，那个外侧的高的位置让你攻击啊，结果你一打就是保送上垒，不过随后盗垒失败。哦，可惜这好之后啊，或许他们的打线还是会有新的一些这个气象。中间方向出现安打，同时是正中最可怕的打者。捕手蹲外角，吕彦清的球数来到90球，哦，迷失。再来一个好球，兰可。危机也解除了一半哈，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状况比较好的一个打击者。不可以把它三振，就表示后面的攻势会比较没那么好了。这边滚地球出局，哦，没掉到，会不会继续来等球哦？哇，这好球！好球！出手在。哇，外角选到了保送，来有分数的开张啊，平分。有一个球，还是坏球。必须把好球投。一好三坏，这时候是一个好球。吴杰瑞，打成分出高下吗？打击出去，找上了游击手，游击手稳稳的传一垒，没有问题。所以让这个半局的危机有化解。